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YY 主播四帅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喊麦，也是我的第四首神曲，送给你们《起伏的日子》。第一支言语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我的直播 ID 是274291。我独自一人翻来覆去想了很长时间，我说过爱你，一生为你撑起这片天，然后我们一起生活，把这爱情之火点燃，到了最后才发现我没有那么勇敢。曾经是我不论辛苦苦苦追求的你，想到你我回忆，我逃避自己，我沉寂，我发现爱情没有那么容易。你是一个好女孩，可我是一个流氓，我愿意一直陪伴你，我愿意为你受伤。曾经说过我也很好，我是你的榜样，其实内心已经慌乱，只是表面坚强，现实的我还是一直披着羊皮的狼。现在我放弃你，我不是为了自己，写下我的内心感觉，提起了这杆笔。现在我伤害你，我只能对不起。时间快递十年的话，我想再爱你。一首《起伏的日子》送给所有的朋友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其实说出这些话，我都是为了骗你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不信自己。我整天流离流气，没有拥有的权利。我自卑，我心里总是不断的压抑。爱是什么？情也伤了。离开你的日子里，我又会在哪儿了？我和你的感情不会说分就分了。即使人不在一起，我心还在等啊，想你想到心碎，我爱你爱到流泪，放弃你的时候让我喊完这个另类。这是一个故事，也是我的固执，当我鼓起勇气的时候，希望再爱一次。